美诠释。东莞舞曲难不倒，让原唱真的在底下嗨到跟着疯狂摇摆。58届金钟奖戏剧类颁奖典礼，彭佳慧接连飙唱5首戏剧原创歌曲。看着镜子毫无遮掩的一切，心里碎裂纷至到我眼前，澎湃的气泡，危险的记号，遇见宿命好老。It's amazing, it's amazing.中英文灵活切换，戏剧人选之人造浪者主题曲也完美诠释，全场听得相当着迷。电影的另一段表演由演员范丞飞携手耀眼剧团呈现导演背后辛酸。导演，女主角昨天打扰你们，今天只让拍右脸。歌舞内容唱出不少状况，再在考验导演们的临场反应。短短几分钟演出，浓缩拍戏背后无数辛苦日子，才能成就一部部经典好戏。